咱高雄内文上港嘉年华会，以及咱罗汉门业做这个活动，而且相关的流程。那么咱决定吼，咱一年一度的这个高雄内文上港嘉年华会这个活动啊，今年呢啊，在咱市政府这个协调之下吼，啊已经来指定由咱内文这个市来办理。那么咱今年决定从三月七八去开始，啊到三月十九去截止呢。这十二天的时间，咱每一日啊，伫咱内文资乐室的广场呢，啊，拢有咱的顶头的表演。啊，除了有咱啊大专杯创意双枪比赛之外，啊，佮有咱内文资乐室所属即个文武顶头啊，包括上江镇、凌镇啊，咱的南馆、北馆、牛里啊镇、桃花过渡、七里乡啊，这些顶头啊，是咱高雄市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文化。啊，咱顶这个时间点。啊，咱要来把咱的好的一面展示给咱的市民朋友，啊，甲咱全国乡亲，啊，来共同，啊，来享受这个文化。这是最重要的文化资产，啊，一定爱请咱，这爱咱所有内蒙的士大，啊，甲咱指定是啊，等等，啊，咱大家各再来参详，啊，互这个对咱在地文化、在地民俗。啊，文化部甲咱遮肯定，啊，咱地方这个部分所面临的困难，啊，咱才过来讨论。所以今仔日咱这个记者会，啊，阮伫遮甲咱所有市民朋友，啊，到因为宋江镇要来咱高雄观光，来咱基里地区，啊，入来甲咱所有的内蒙和六姑甲仙。所有迄个所在，啊，我感觉拢是足重要，啊，是咱高雄的后花园，啊，所以讲咱希望内蒙宋江镇隆重前后十二天，啊，希望咱所有市民朋友，大家来甲咱内蒙指定市大力甲因鼓励，啊，甲咱内蒙咱这边宋江镇的活动，虽然有碰到一挂困难。但是咱来克服这个困难，大家人啊，较侪人去甲因参与，较侪人甲因鼓励，啊，予咱内蒙基德市伫这边主办这么重要的活动，啊，会当一切平安顺利圆满。